哥你好，哥哥，这个哥哥衣服好好看，我想穿。他推，哥哥。好骚啊！跳哪儿？跳哪儿？那中间怎么样？我们直没有跟他们看点吧，跟着日本店跳吧，跟着日本队。这是最后一场吗？还有一场，第二场，还有啥？艾伦格，艾伦格，艾伦，我们都没机会杀人呐。我讲真的，我是不知道在哪里找人，真快。不要走。我走。你们跳中间吧，跳中间。看飞机呗。大家死了完喽。他们跳不跳？你们谁呀？他们都没跳。我们跳中间吧。跳了一队，跳了两队。我们跳中间吧。他们跳这边了，他们跳这边了，他们跳这边了。日本那边吗？我们跳这儿，我们跳这儿吧。那我们跳四号标吧，跳四号标卡他们呗。可以。我看到我前面就有一个。OK， 我们找野区吧，就找野区卡他们位置就好。不是你们怎么？我去仓库。你们怎么看到的？他们没有对标的跳下去了呀。跳飞机的时候，飞机尾。你看右边大城，右边大城四个队，我操！哇，这怎么只四个队？上来一个。三号点至少一个队啊！三号点至少一个日本队。哇，这怎么只四个队啊？给他们全杀了，兄弟。进吧，左边这，进屋，进左边六个，左边六个，左边六个，左边六个。飞哥，防区有人，飞哥防区有人。我看到，他死了。咱俩这没人是吧？没有。啊！哎，好嘞。怎么样？我们去帮你把他杀了。难受了呀。我做到了，要么就是说第一个死，要么就是杀最多。可以。有多的枪吗？我这边还冲锋枪。哎，上面有大兵室。有没有自动步枪啊？好像没有。教官没有一把你不说要自动步枪的，教官。没有一把我能找得到，问题是太穷了。上面有个悠哉，要悠哉我找到了，我可以拿个六倍，要吗？我捡，我可以要一手六倍，我可以要一手六倍，给他，我带宝的，你带吧。我是悠哉，我不行，我再搜一下，这打不了啊。咱们往前搜吧，去这个扫，咱们周围一共是五个队左右啊，找车去扫标搜吧。蓝染未死的方区是哪个？这个绿线是吧？对。绿线跳一个，那个城里五六个队，四五个队。哎，有个队友在我们前面，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，看绿线那边会不会过来之类的。我防弹衣也没有。你们怎么能比赛没开始就让我挂机去看视频？走吧，去四号标补充一下物资吧，然后卡他进圈路线就好了。他一个是那个二号路线进圈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边，我们把这边卡了就可以了。我们一会儿卡住这个四号标，然后二号路线那边有那个什么，有队友就差不多了。还有三级头啊？对，不动吧是。我都说了，要么杀最多，要么就第一个死，没错吧？也没骗人，没毛病的。四倍镜还要吗？我都有气势拿够啊。要个六倍就行了。OK。难，我感觉我每一把都是乞丐，妈的，每一把都是队友要这要那，我操！催促我把要不要？给你带。有了，催促我把有了。谢谢五环咒。哇，我终于看到了好东西。我连二级包都没找到，哎。我那边刚才有个三级包。没事，我离你们两个有点远，我待会儿来找你们会合。OK。哎，谁有三级包吗？是在这个房区吗？哎呦，我标点这里有三甲。
四倍你要吗兄弟？喂，给你个四倍。三级甲被抢了，有大包吗？有大包吗？三个大包，我给你分，我给你分，我三个，我给你分一个车库里。接你吧，我们开车接你吧。好嘞好嘞，我在这房间搜一下。对对对，你一个人过来了，这么凶吗？可以，可以可以，巾帼不让须眉啊。是个妹妹。咱们就怎么说，这是墨子，这是妹妹吗？这是姐姐。哦。多大岁数了还妹妹？走，外边接队友，上车上车，上车，姐姐。干了，兄弟们，干了。干了干了，就在城里面，城里面六队干他，干，听到吗？干，妈的！你要不要拖塞板啊，教官？哦，不用，要，我大炮要。墨子，西北有你的队友吗？西北那边？我咋听不了呢？不是，我知道，我说那边打起来没，我们要不要去帮啊？因为那边不是跳了好多队吗？我们直接过去卡他们呗。走呗。去西北。哎呀，可以啊，压寨夫人是吧？啊，可以。哎，难搞。能不能看视频呢？我虽然是第一个死的。你看视频首先态度就不对，能不能看视频呢？真的是把我当啥人？干了就完事了，兄弟们，把我当啥？来，消音取消给你。四号标那边有枪声，他们在打城里吧，他们城里应该有，城里应该有，左边，在我们左边，巴塞尔，在我们左边，我去。啊，我听到了，听到了，听到了，听到了。真的，能从这种人手上抢的人头是真他妈的难。我们走左边绕过去。这是真的难。走，可以，拉他屁股。哎，你们就当我掉了吧。怎么就开始好像没了？我的天哪！哎，这边了，这边了，四号标了，四号标了。有步枪吗？包里扩容什么的没有。这下 M4 有扩容，下面有哎妈呀，我三级包丢下来，我三级头丢下来。M4 没有消音，这里有消音，这里有子弹，这里200发，我这里老师56吗？对。哎，但是我 M4被捡了，我是 MP5 兄弟们，没事兄弟。这里有 M4， 这里有 M4， 这里就我这里有 M4。OK OK。M4 子弹是吧？有的。OK OK。当真的也是，我跟你们说。哇，咱们这么赶过来都没有头上。明天中韩有的打。这赶不上啊。明天中韩真的有的打。明天中韩。有点难打。好多人。60方向哪的？四标是吧？四号标那边吧？是，对，不是，在这一块，房山里这一块，好多。走吧。阿旭，咱俩走海边吧。咱俩这么走。走海边，掏他们屁股吧。对。哎，咱们就死了。海边城里应该有。别给他们。远那个大船，日本这边有点菜。补了，走，
车吗？巴萨，我感觉我们两个赶过去，比赛结束了。没事，中国队赢了就行。有个车开跑了，那个是敌人的车，我们可以开这个车过去。停车了，还停车，还跑。城里吧，哇，开车走了，这有烟啊！走了，开车走了，开车走了。OK， 我来救，我来救。OK， 我看到了。你就留在四号位啊，然后我一会儿一臂子。OK。我切三号位一臂子吧。OK。开尾，冲着那辆车追。嗯。来了。走下一个，走，下一个，一人一辆吧，咱俩一人一辆吧，我看那辆吧，哪里？哎呀，哦，城里面，那应该就是这里，在城里了，我估计。对，我觉得。在你这吗？刚才这里面，是死了一个，刚才里面开过一个枪，然后死了一个。我在引他呢。我就上个厕所回来，他妈打完了。